只要你能找到那个秘密通道，就能找到我，找到叶澜。这俩没有，报告，没有发现海边踪迹，跑了。魏岩，你现在应该已经找到这个会所了吧？怎么样，现在是不是很失望啊？你心爱的女人在我手里，而你却束手无策，真遗憾啊！没办法看到你现在的这副表情。不过没关系，我还给你留了机会找到我。我也给自己留了机会，弥补这个遗憾。你现在脚下的这个会所，是我最满意的作品，没有之一。在设计之初的时候，我就特意留了个秘密通道。这也是为什么这么多人投诉我，想搞垮我，而警察最终也找不到任何证据的原因。而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有权有势的人喜欢这里玩的原因。而现在游戏已经开始了。只要你能找到那个秘密通道，就能找到我，找到叶澜。我等你。再去搜一遍，要有仔细的。霍然，你放心，他的两个手下已经落网了，我们马上回去审讯。喂，哪位？小罗总。搞什么呢？一会儿换一个电话。兄弟，你知不知道现在记者都找上我了？你人呢？小罗总，我现在需要你为我做两件事。行，你说。第一件事是你帮我准备一些烟花。第二件，不用了，因为第二件事，刚刚燕兰已经帮你做了。说什么？燕兰在你手上。海边，你给我听着，我做出什么事儿我可不敢确定，我要确保燕兰是安全的。我的目标只有霍岩，只要霍岩不乱来，你们家燕兰就是安全的。好，我向你保证。什么情况啊？电话里不能说。现在韩佩已经怀疑我了，我担心电话被监听。燕兰已经被韩佩抓走了。我知道，我最担心的也是她的安全。这样，我们分头行动，有任何情况知会一下对方。好，保持联系。警方有线索也会通知我们。霍岩，注意安全。你也是。这世界很酷。